99是太极拳，它的用法啊，哎，太极双旁双按，然后就是开太极，上步打拳，右劈法式，蓝雀尾。 这一部分来解说它的应用方法，好来，来，对的，来，这是双藤掌的意思啊，这样的话，双旁双按，这个要领在什么地方？好，来，现在开始教起来，对，双旁双按，好，还有就是。 绕一圈这个，开它，上步打，好，它包含继续跑过来的时候，它，好，你看，过来，你看，哇，好，再一次，继续，弹，好，再一次。 这一边的时候呢，就有，它就有这样的变化。之外呢，如果说两手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一绕过来，啊，可以啊。我被抓住的时候，你看，两手被抓住的时候呢，来，还有。 出来之后呢，你看，会很多种变化，还有，这样，旁，你看，再来这边，这个。 上步打击，是这个。如果说被抓到了，那一个，这样，上步打击，上步打击，还有刚才这个东西，手抱琵琶。 手抱琵琶的这样，这手抱琵琶，这踩下了。万一这个手抱琵琶的时候呢，那一手打过来，哎，好了，这边来，这边。 手抱琵琶说他那边打过来，嗯，打过来，就是手抱琵琶的地方，蓝雀尾，旁，鱼，哦，还有什么？刚才来的时候呢，旁。 过来，他不会，我的不杀，啊，如果追手来的时候怎么办？也许一看，看，看，好，我看，也可以这样的变化，它可以连用，也可以分解，看用，一般旁跟底。 好，这样，拿过来有，好，好。
放生，旁边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你锁了这个放生，啊，这个也是放生，啊，它的含义在。你看，这样叫做圣放生。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你看，这样过来，上边。这个时间过来，你可以讲过去，就花点钱了，花点钱了。那单边的要开合适，左右搬了，一手上去，那个白鹤那是，这个开合适一点，这手机有你俩多少？开合适，开合适，我去改的，很亏啦。开好，搬完了，噶当然搬完水再来开始，起码就提手上树，提手上树，你看，这里飘起来的，提手上，一种情况是这样，提手上树，哦，这个也是提手上树。姚英长来的时候，他姚的，哎，也是提手上去，提手上去了，一个白鹤亮翅，白鹤亮翅的是什么？还是白鹤亮翅？是，啊，咱也是安尼。这个尖呢，就飞了，白鹤亮。如果说被两手抓上的时候，这一个往下，一个往上，就是。啊，咱起码这个所在就是，飘啦。啊，伊起手搁拍来，拍外面，飘啦。也可以这样，你去听他几句，就有这样摆个样式。这螺丝压布的钱，螺丝压布有三种用法，一般都是练一手而已。好，那就螺丝压布最常的东西，你过来了双糖水，好，也可以这样打过来的话。但是一般的螺丝压布，它的直立式的，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螺丝压布是这样，机器现在是右脚，啊，哎，螺丝压布，啊，这样，在这边，这个不敢放啊，机器现在是要去完了，哎。再一次，右撇，啊，右撇来将奥布变革啊，罗西奥布。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你这里缩着来，你跌下来，那大概 Q 完的来，右撇了。这是第三种，啊，第三种是这样，一翘，翘，一把，好的，螺丝压布来啊，好来，过来，左琵琶式，左琵琶式的这边，啊，下午写的灯啊，啊，
这个所在来，我的家里来的是九批发射，啊，左右。这个这边的是一手拍了，飘开来，出去，一副炸弹。好了，斑斓锤就是这样的，你是这个尖呢，斑斓锤杀去啊，杀去，如虹似壁，如虹似壁。这如虹似壁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双暗掌来举，这样，空，安，嗯，这个也叫如龙树壁，好、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样，一种是翻开如龙树壁，啊，斑斓锤，这个碗筷叫斑斓锤，好、哦，当然了，也可以这样子就锤过去，也可以，斑斓锤，好了，不晓得十字锁。十字锁，啊，这是十字锁，啊，十字锁它的一种情况是这样，分开，然后抱起来到这边交叉，啊，这个就比较不一样。那、啊、一般这样的话比较简单，啊，好了，先做这样的，你看，你是不是手来跳起来，对，来过来。跳起来，好、哦，这十字锁可以很多，所有的招法都可以有十字锁打过来。跳回来，你看，十字锁，再来，十字锁，好的，十字锁，好来，再一个就不一样了，再一个十字锁就不大一样。这个十字锁，你可不要看，这个情况就非常怕的。跳起来，啊，那我得这家来，啊，跳起来怎么讲？你就交叉起来，同样的道理。这个十字，这里天开，交起来，再次另外一个，就是这样，跳起来不是安尼，那我就卡入中门。有门抓的枪，要杀，垫片，这是十字锁。好来，再来。左底看锤。啊，左底看锤，那你是转身左底看锤。好来，左底看锤。看锤，看锤。来，安那，安那一万。好，安那好。出去了。来来进，这里呢？过去看，底看准，啊，左底看准，再来一个，直接式的左底看准，他打过来的时候，就去打，左底看准，就直接的左底看准，好，再来，斜挥式，哦，斜挥式。那你斜挥式的看点别了，他这边一个有心感应，然后这样，哦，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么厉害，他这一说先打过来的时候，还修个趴了，这个是啊，这是一前一后，然后飘过去，哦，再来一个情况，跳起来，哎。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一个是啊，来打过来，这样，这个也是斜挥式哈。哦，还有一种情况，一下，又来，看这一边，斜挥式，哦，好，还有一个，就是跟野马分鬃很类似，再来。这个是看这里，看后面，往这挑过去，斜挥式。好，再来。刀脸哦。刀脸哦，好。这个是熬布刀脸的，哇，熬布。他的气骨感。熬布刀脸哦，主要目的是对付罗西暗斩，好来。你给他罗西暗斩。哎，来，
我去干，我去干，来，好，好来，头年哦两种，嘿，两种，起码这是熬布的哦，刷的要做来做顺布的头年哦，来，我去，顺布的头年哦是这个被抓到了，你看，抓到的话你看刷起来，啊，这是纯毛色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你趴来是这样，就这样。还有一种情况，你手去抓着，你手，你看，再来一次。嘿，好，哪里的？海底针。海底针是两种，一种是趴的。就是抓来，都是海底针，秀的呀！海底针，啊，踩手，啊，一种是这样，知道到了吗？海底针，啊，别去了，这报告底下，这山东贝吧，对吧？山东贝，海底针跟山东贝是一起用的。我正好咧，你讲要搞海底针的时阵，我就啊，嘿，起来，扇风背哈。还有一种情况，你手抓咧，啊，你手过抓咧，这样，哦，啊，你起码搞起来，我插一下，哇，你要好的是，嘿，起来。哎，起来，就比较杀气，另外一种更厉害的一种扇风背哈。最常见的是这样，绿的什么？哎，小天才。海底针小一踩，红踩必靠，所以它的破解的话就是用这个，要靠。就，好来。贴身锤，好了，贴身锤，贴身锤是这样，哎，再过来，再过来，下面呢，下面的贴身锤的先，好，我下面的贴身锤，好，啊，再一点，万一这个气球要被吸上来，上去的时候就得啪去，来点，轰。先把那个杀一下来，啪，轰起来，就本身情况。还有一个情况，来，等一下，好，不要来端，啪，真是。还有一个情况，打个灯，真是。大家打的，包那个。对，给身体。好来，抱虎归山。哦，抱虎归山。哦，那你转身抱虎归山是啥呢？这是一种罗西阿布去变的，好吧？你过来后边，容易趴疼，趴在我这样高起来。那，啊，我们的抱虎归山是这样的。这个是比较在一起的，右边了，接下来，哎，好了，云
锁的这样拨开，叫银锁。好，来来，这银锁有什么用途啊？它如果说绣来，绣归来搞，绣的这样，这个叫做赠与，赠与。好来，一个叫做强允，你只要上得下来，绣回来，这样的强允。好，一种情况一个上得先入来，绣回来搞上得先入，嘿，反银。好来，再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就来爬来，这样，好，一种情况就是就立下来不来，最厉害的是这个地方，就回来，你看，是这个地方最厉害的。这个地方，好，去干，好，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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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哈，你锁的住，这里锁在哈，你看，掀起来，来趴起来，哎，又起来，好，你锁住，高碳嘛，来高碳嘛。高碳嘛，来。高碳嘛，只是若煎啊，是我甲捡安尼。我直接去哦，碳一下。如果他推的时候，我就这样。高碳嘛，可以把它绑起来。高碳。再次哦，切开来。打过去，回来，压着，好，打到，好的，好，高碳。当然你可以用外门，外门的话是这样。是，高碳，好。分脚。啊？分脚。啊，分脚，分脚那个，这样的分脚。好了，这个。转过来，你手甲举起来，好，你看，你特别过脚过去，好，过脚我就怕，再试一个，转过来，手举来，蹬脚，来，蹬脚，蹬脚就是安尼，来，手举来，来，蹬脚，好，蹬脚，这个也是蹬脚，好来，踩脚。踩脚，好了，双离锁之后呢，这样叫踩脚，踩下去，踩脚，好了，踹脚，黑生踹脚，好了，这样，踹脚的是这样的踹，黑生踹脚是这样，一样也得做盘式，一漂用炮打起，我把打那种，看到，踹脚，也可以健身的踹，没忘了。你行我来是吧？我来，双龙挂着。啊，双龙挂了。来，跳开来，双龙挂了。好，来抓条嘞，掀开来，双龙挂了。哎，跳开来。来，过来。先来跳起来，你看，啊，你看，还有一种情况，你看，双龙挂趴着，又回来了，你看，过来，野马分鬃，野马分鬃，野马分鬃的时候。一百分钟比较简单的，你看，被抓到的时候呢，疼，疼在倒下，一百分钟，再一次，掀开来，右边来个这样，靠，
拿了五台。来，不爽，不爽嘞。来，一打五四。我打五四。再次哈，八五四的数字哪里来不来打的？这 Q 的不丢，啊，来 Q， 你看打这里，又在后退的话，在一个平面。玉女穿梭，玉女穿梭是一个粘性，啊，看这样，又在粘，然后怕细嘛，好，你接来 Q 一下。来，过来。下士，啊，下士，哇，下士的这个有两种，看，这样下来，是下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打过来的话，这是下士，你加油，下士。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啊，就这样，你这手趴了，这手趴了，右撇了，你这个趴了，右撇，你看。这有这过背摔，有两种情况哈。我再试一下，他这一次跑过来说，右边，这这个右边来说，哎，过背摔，好，为什么？金鸡独立。金鸡独立，你看，速度比你早，金鸡独立，好来，你起码是去接呢，啊，我拦起来，来靠外。再次，怕起来吗？经济独立。还有一种情况，怕来起来的，一个。上步下栽锤。哦，下栽锤，好了，好了，好了，下栽锤。坐下，这上步下栽锤，他只要就是说 ，Q 的劈面连胸，还有一种情况是擒拿式的哈，好了，哎，下栽锤，再一次啊，这个卡片我变降哦，也可以这个谁的，也可以这一种。来，上步主当锤。啊，上步主当锤，卡塔来时，哎，啊，你要干那手来埋上，手来的话就直接倒下去。单百连。单百连，单百连就是这，这手也得加起来，你看，单百连，单百连的要去，手会杀的来，右边。双百的，双百的，双百的这样情况，再次，又归来，上步七星，上步七星。就听他喜欢的上步七星，上步七星，就那九，这可以变，就变，啊，退步八五，退步八五，来，上步七星之后呢，落不去，啊，跳过来，啊，退步八五，另外一种情况，看不清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喜欢发布七星的时候就去一下，好嘞，没有了，去再给他上，偏过来，好，关公射虎，好嘞，关公射虎先，来队伍三将，
修土了。啪！这是外门的哦，过去盖一个。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你去秋天了，皮有皮的内蒙的，啊，我这边，还有尖呢，皮有皮的，安哥色，还有一种是这样刷起，黑起来怎么不行？三种，皮面长的，在这边。皮面长就是好来怕你哎皮面长一点是要搞红酒哎皮面来盘太极就是来给大家来这个这个这个就是盘太轻松，哎，收束，收束，来，这个夹片，哎，收束牢牢的哈，啊，你差不多了，嗯，哦，好。